咁啊，翻嚟第二节啊，孔教儒家嘅十德啦，系咪应啊？我哋系啦，今次开始由十德开始慢慢讲吓。第一德咧就我哋人啊，系啊，杞人边家两个一二字，一二嘅二啊。咁啊，系啦，头先阿汤英家院长咧同我哋啊讲咗人啊，作为佢做人嘅宗旨啦，即系做慈善啊、奉献他人啊，通过孔教学院嘅推广，亦都令到社会更加有人愛啊，係啊，和諧互相會照顧嚇。係啦，呢個人字都係一個實德嘅真身啦。咁啊，係我哋要互相去宣傳、互相去幫助啊、互相去愛護啦。咁個人際先誒人際關係，因為你一個人唔係個體嘅，一個社會嘅，點樣令到一個社會和諧？呢個都係一個人字嘅規範嘅道德所以我哋又唔好有啲人以為儒家講嘅嘢，哇！幾千年前係咪啲八股文嚟㗎嚇？就喺現代社會仲有冇作用嘅咧？咁樣嚇，咁我哋節目其實就係想突破呢種諗法。係啦，其實成日我哋嘅湯院長係實踐出嚟嘅堅毅嘅數據啦，話俾所有人聽係得嘅，因為佢已經到2574年啦。咁佢但係佢都不斷咁有去改變嘅，有去加咗啲精華啦。咁啊，點樣去並用翻呢個現代社會嘅，因為佢不停咁發展啊嘛，時代嘅發展係有好多加咗入去，但係佢嘅根本都係有個儒家思想嗰個實德嘅一系統嘅管質思想體系喺嗰度嘅，係非常之有用嘅。阿院長，咁我哋想問翻你喺現代社會中，我哋點樣去踐行翻呢個人字嘅精神咧？重要嘅嘢係咩咧？在現代生活中，係啦。如何踐行人的精神呢？最重要的是將人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這個是對的，並以善良、關懷和公正的態度和其他人相處。在現代生活中，我們可以通過以下的方式實施行人的精神，關注他人的需求和感受，表達出真誠的關懷和同情心，這個很重要，積極傾聽他人的傾訴，並提供支持同埋幫助，可以通過志願嘅活動、社區嘅服務或捐助等方式，參與到社會公益事業之中，關心弱勢嘅群體同埋權益，培養友善、包容同埋寬容嘅態度，同他人建立互助、互信嘅關係，尊重他人嘅差異，盡量理解同埋體諒他人嘅觀點同埋行為，通過善意的溝通和合作，創造和諧的人際關係，在個人的行為中追求公平和正義，遵守法律法規，尊重他人的權益，不歧視，不欺詐其他人，當面對不公正嘅時候，勇於企出嚟，發聲，維護正義同埋公平，嘗試在他人嘅角度思考問題，切身處地，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和需求，對於他人的困境和挑戰多些理解和支持，通過關注他人的
感受，建立起共情的联系，保持诚实和守信，言行一致，遵守承诺，不要轻易违背自己的诺言，和他人建立起可信赖的关系，树立起良好的声誉，关注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采取环保的行动，减少能源消耗和废物的产生，积极推动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尊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保护动植物的生存，的环保。系啦，阿院长咧就系真系啲环保方面咧，我觉得系做咗好大嘅贡献嘅。你知唔知？阿院长，你而家救到人哋咧，系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你如果每一个人都跟住你而家你所教诲咧，即系嗰个认知嘅。精神咧嘅思想去做嘅話咧，呢個世界非常之美好啊！而家講翻阿院長，講翻嗰個環保嘅問題咧，阿院長之前一張紙巾啊，一張紙巾都會分，即係一張大嘅紙巾啦。佢太太幫佢咧一分四，係咪啊，院長？係啊，一分二四，咁你去好似去到剪開曬嘅係咪啊？係啊係啊。咁啊呢個咧就會斬少好多樹咯，係咪啊？咁因為咧而家個。你睇下個幾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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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係，幾多紙啊紙巾啊嚇？係啦，繼續用啊，即係循環再用咯，係啦，嗰啲環保啊，環保可以講到環保專家你。因為呢係啦，我同院長食個晏咧，我都唔好意思啊，因為咧院長咧就話唔好浪費食物。係，咁就要，我就食剩少少咧，都係唔好意思啊。佢每一日阿院長提我啊，食唔去咁樣。其實係啱嘅，因為你嗰個院長阿公子又好乖嘅，即係唔使阿院長出聲我見佢就誒幫手清咗個餐桌啲嘢食。係啊，因為佢哋都係佢阿院長嘅實德。分途出嚟噶嘛？但就唔係話純粹係因為食物嘅簡單。頭先阿院長講解人呢個概念，到最後咧就唔係唔只係個人啊嘛。係啦，個人第一個層次，跟住第二個層次就他人啦。係啦，跟住就去到你國家啦，最後個層次係環境保護，就講緊全世界。跟住全球啦。係啦，即係你係個人嘅行為咧，係影響住其他人噶嘛，影響住個成個全人類嘅事情啊，咁都係可以用。仁愛呢個心態去處理啊，咁所以就話院長，我哋生活同佢見到交往嘅點滴係見到，值得學習咯，係呢個模範啊，真係係啊一個榜樣嚟㗎，所以啊院長你所以就身行力行咧，90歲都去到全世界去揀嘢人哋，咁佢食飯嘅時候咧，佢都會同嗰啲即係剩低嗰啲咧，跟住嗰啲侍應就話啊 OK 㗎，你可以走㗎啦，咁佢話唔得，呢啲我要打包啊，就算幾多錢我都要打。我俾埋錢你，我都要打包攞去攞走，即係唔會嘥咗佢。咁當然係甩甩加辛苦啦。你有幾多人先嚟去到你前面嗰啲食物咧？係咪啊？同埋環保方面啦，牽涉到你個人嘅即係行為啦。同埋頭先湯家院長講到話人呢個概念就我哋要追求公平公正啊嘛，正義啊嘛嚇，即係咁啊湯院長做。染料大王做生意的時候，要講公平公正，會不會蝕底嘅咧？善良關懷咯，公正嘅態度咯，佢唔會覺得根本有好多利益，係啦，根本咧就你又蝕底咗咩？唔係，係嗰啲好多利益，真係咧，我能夠咧用十德做人，能夠喺染料嗰度咧。能夠做染料大王，有報紙賣嘅，有報紙賣噶。所有毛巾廠、牛仔布唔甩色嗰啲，全部都係我批發嘅染料啊！咁係咪你？係咪你公平公正咧？即係佢最公平咩咧？院長你咩啊？文記你唔知佢話咧，佢冇搶過佢以前嘅老闆嘅一個客，跟住之後佢以自己嘅技術係打贏咗，打贏咗邊個啊？院長？打贏咗斯巴佳傑，係啦，CIBA 斯巴佳傑，
我打贏佢，但我睇現場大聲講，斯巴斯巴成，我諗佢萬億財富嘅，嗯，佢啊，老實講唔怕講啊嚇，佢個叻嘅行街咧，佢個老闆咧都唔幫佢個仔讀大學啊，嗯，佢嚟到求到我，係，我幫佢個仔讀大學，哇，係俾錢啊！是啊，他借給他，給完之後呢，他整七十年八年還給我，嗯，大學有錢了，他拿了利息來給我，嗯，我說我供應你的錢呢，供應你的呢，不是去做生意，嗯，我不收你利息，嗯呢、這個人就係當自己嘅仔女去關心啦。現在佢個仔可能仲喺度，嗯，或者佢嗰、那個爸爸走咗，爸爸喺度都唔定嘅。佢、哦、大過我多少？嗯、即係唔會理佢係商業嘅對手。係啦，係咁，你幫到佢都幫佢幫。即係當自己嘅仔女咁樣去愛護自己嘅仔女。當時為你揾我幫手，嗯，我話喂，你咪等於咧又話將來。我幫你打到個第二代，嗯、哇！嗰、那個咧，我唔會幫你手嘅喎，咁啊，係啊，咁啊，尾後咧，中歸雞幾雞，我中歸湯雞雞夜幾歲打贏佢個斯巴雞技，啊，能夠咧就係、是、嗰、那個咧啊。呢個就中國人嘅驕傲啊！嚇，呢個自創嘅品牌。仲有一樣嘢、嗯，德國黑舒迪，嗯，嗰間廠都喺香港噶，嗯，啊，我又係打到佢陰丹樹林，陰丹樹林啊，呢個係嗬，陰丹樹林啊，面即係咧，就係、是、咧，好出名嘅陰丹樹林，嗯、都係用公平公正去做生意，用公平公正。我記得我哋點樣嚟到係啊嚟到 copy 佢嗰種染料啊！嗯，哇！真係我發覺我真係叻啊！嗯，我用絲麻，我用下一集，我哋又再講下阿湯院長嘅重商之道點樣同瑜伽十德有關啊！係啦，好，下星期要再請院長再嚟講啊！好嘢，好，拜拜。